前两天有一个粉丝给我发消息，他说有一家需要帮助，让我上他家做个饭。我不光做个饭，我还带个东西。到楼下来，他说他住三楼啊。哎，你好，还来个老外啊。杨洋姐让我过来给你做饭了，然后我带一点这些东西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啊，叔叔你好，没事你坐一下。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62，也62，没严重毒熏的，心衰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呢？18年之前。我去，时间挺长啊。嗯，等了这几年呢，看病啥花销花差不多了就，国家给补点。社会上有很多帮助你的人，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心，这个社会就会很温暖。积一份爱心，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。那我先去给做饭。咱们先简单简单给厨房收拾一下啊。高高的青山上雪草，收拾差不多了，先洗手。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，把它别在你的发梢。包完了，把饺子放下去。开锅，饺子好了，开饭喽！饭好了，哎呀，只能放这啊，是吧？闻着就好吃。那咱们吃个汤圆啊，先给你们吃一个啊。